高雄有四座文化新闻过去长期替这台南朋友这外县市收垃圾，有哪引起市民的不满？即马伫这啊新的新契约的规定内底，将这外县市收垃圾一量减半，啊，毋过这我们恐惊后，这外县市需要来处理的费用会增加真侪。一车过一车的外县市垃圾送入去高雄林武焚化厂。高雄市的焚化厂过去工山甲林武厂长期代销外县市垃圾，予市民对代销造成的空污不满。为消毒疑虑，今年工山甲林武厂委外管理的新合约当中，市府就把代销量对每吨200,000吨减成100,000吨。废弃物减烧，那为了保障高雄市民的权益，那当然我们优先一定是先烧我们高雄市的垃圾。高雄代销减量和外县市清运业者烦恼废弃物清理的费用起价，市府表示确实有收到订情，但高雄今年因为疫情垃圾的量也有增加，所以会以高雄的垃圾优先，再搁处理外县市的垃圾。可能受影响的台南表示，会以减量等方式，希望达成在地处理的目标。台南市以自主处理为目标，倘在地的焚化处理量能足够的话，则不需要外运到外县市处理，可节省相关的运费，减少清运业者的涨价压力。垃圾大部分拢爱送来台湾处理的偏欧，因为主要是加好垃圾，目前影响无大。目前我们这边主要是生活垃圾的部分，民众产出生活垃圾的部分。目前我们是还没有接到相关的讯息。台湾阁有真侪县市无焚化厂，大垃圾的所在嘛有空间，特别也是已经用了的问题，造成垃圾处理变了真困难。虽然县市政府有伫找解决的办法，但还是要靠民众对上基本做好垃圾的减量，才有机会解决垃圾的问题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准高雄报道。